等咗咁耐，終於買到自己部手，心儀部手機啊 ，X 啊 ，Sony X 啊 ，Z1 Compact。點解仲要等 Z1 Compact 咧？其中最主要原因就係我唔想捉住咁大嚿機行響街嗰時，好多時候我都冇留意一啲人一啲身邊經過嘅女仔人。尤其是女仔啦，我少會留意。當然除靚女以外啦，靚女都會望多兩眼。咁通常一般的女仔都唔會望多兩眼，但係依家我發覺我經常都會望到一啲普通嘅女仔，會留意佢。點解咧？原因就係梗係捉住一碌一塊好大塊嘅 Note 啊，買 S3。通常都會是 Note 比較顯著一點，因為實在很大塊嘛，那所以我一定要選一個小一點的機，袋褲袋又好一點，拿起手又易攞一點，這是一個原因。而要選 Compact Z1 是因為要去防水的功能，有些人問啊！我防水的功能嚟做咩？當然，我知極少數人係會帶手機入沖涼房同廁所，咁我就係嗰個極少數之一啦。第一，我會帶手機入廁所啦；第二，我都會帶手機入沖涼房。咁帶手機入沖涼房，機不離身嘅原因好簡單啦，當然。就唔希望 miss 咗任何一個 call 啊，任何一個人 call 嚟，我都想接到佢哋嘅電話咯。呢個係第一個最主要原因。第二個，我帶手機入廁所沖涼房嘅原因咧，係因為我經常咧會沖太長嘅時間，因為一入到沖涼房沖涼咧，我就會進入一個好沉思嘅狀態，我就會諗好多嘢，諗下諗下，不斷喺度諗下。咁咧，經常咧就會結果就係會忘記咗時間，衝得太耐，所以我就要開住個手機 timer 咧，校一個十分鐘，咁跟住等佢響啊，我知十分鐘啊，咁我就會回過神嚟就記得沖完涼出嚟。我覺得咧，我真係會沖好耐，好耐。咁當然除咗提我沖涼出嚟之外咧，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方便我可以記錄低我沖涼時諗到嘅嗰啲嘢啊。譬如我突然間有一個 idea， 之前我要等沖完涼啦，我先至出去。通常咧，我都話過啦，我沖涼好耐啊嘛，咁有時候真係沖完涼就忘記咗嗰個 idea 啦，嗰個諗法啦。所以我需要一部防水嘅手機咧，跟住我咧一齊，咁我隨時隨地都可以。記錄低我想我諗到嘅嘢啦，係啦，呢個就係點解硬硬我都係要等 Z1 Compact 等佢好耐，就係呢個原因啦。但係貪要求佢防水啊，咁當然啦，朋友亦都會講哦，點解唔揀 S5 咧 ？S5 都要出啦 ，S5 亦都有防水功能。對我而言咧，我覺得三星的機器是相當之差的，不是說 hardware 啦， Intel hardware 掛一些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的，但 Intel support 呢我覺得是很差很差很差，是很多個很差，好像 service center 起溫腰那間我上去等等開大半個小時都
都未輪到我啊！呢個係其一啦，其二，所以我之前買嗰部三星 Galaxy 10 Pro 係啦 ，Galaxy 10 Pro 咧，佢出開就跟住就冇 update 啦，就 update 唔到佢新嘅 version 啦。佢講嘅原因就係、個機 support 唔到新 version 啦。咁結果咧，我用緊 custom ROM 咧，就係、用緊一啲最新嘅 ROM 啊，最新嘅最 update 嘅 version 啦，根本就佢講嘅説法嗰部機 support 唔到，根本就唔成立嘅嚇，係、佢只不過想逼我哋買新機啫。當然啦，我都明我哋生意係生意，係應該要買新機啦，但係我買冇幾耐啫喎，跟住就冇 support 啦。所以我唔考慮啦。當然我都好鼓勵買嚟 Flash Custom ROM 嘅，因為佢係一個眾多手機入面擁有最多 Custom ROM 嘅一個品牌啊。即係好似索尼咧，你都好難揾到 Custom ROM 啊。甚至乎你話依家最紅嘅小米啊，都係好難揾到 Custom ROM。好 limit 啦，唔係話冇啊 ，HTC 都有 ，LG 都有，其他品牌都有，但係第一唔係個個機款都有啦，亦都唔係咁多選擇。揀到阿尾，我揀 Sony 就係、睇中佢一啲特點啦。咁遲啲我會再錄一個 video 咧，再介紹咧到底 Sony 有咩咁特別啦。compare with the others. 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就咁啦，拜拜。